主料：低粉100克，黄油25克，糖粉20克，辅料：奶粉10克，全蛋1个，泡打粉1克。制作时间10到20分钟。备好黄油、奶粉、糖粉、全蛋、泡打粉及低粉，除黄油跟鸡蛋，其他材料也都过筛到碗内，拌至粉散均匀。将鸡蛋打到碗内，揉搓成蛋与粉，黄油隔水融化，加到蛋粉内，揉成面团备用。将面团擀压成面皮状，去掉边角成四方形，再切成小细条，铺在烤盘内。烤箱调温度170度，调时间分钟，注意上色即可。一份香酥脆的阿拉棒完成。烹饪技巧，亲们要注意自己烤箱的性能来调温调时哦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